我可以坐在这儿吗？这景看起来真好，我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帮我起一个吧。我以前的名字不好听，我不想要了，我也不想再回去。千怡怎么样？千是郁郁芊芊的千，怡是怡然自得的怡。你好，我叫罗千怡。千怡，那个是看了干了的主办方啊，他怎么来这儿啊？去打个招呼。是我了，刚刚，三，我知道，又见面了。今天的演出很不错，你喜欢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罗千怡，郁郁芊芊的芊，怡然自得的怡。是不是每天你要忘记了拉琴，你才会想起来看我？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忘记拉琴的。我还没有成功，我还需要他。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，他告诉我，我注定是要一辈子拉小提琴的，而我的琴声会让全世界听见。我不想因为我穷，因为我没有背景，因为那些跟小提琴完全无关的事情让我的努力白费。我相信我可以站在山顶俯瞰所有人。海飞丝11岁就成功了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我真的不能失败，我要失败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